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潇潇。今天跟我一起出镜的还有我的小猫咪程苏苏小朋友。一个慢贴贴。程苏苏小朋友也过了4岁的生日，现在也是一只大猫了。大家都知道布偶猫的肠胃就是比较弱的，玻璃胃，对不对？选主粮啊，平时吃的呀，上面就会要比较费心，因为肠胃弱的小猫咪就很容易拉稀呀、软便呀什么的。拉稀的时候，本喵肚肚也不舒服。所以我就在我一个朋友的推荐下，然后入了这一款主粮，就是嘿，噔噔噔噔。它是，你先下去好不好？它就是，妈妈，我不是你的小宝贝了吗？那好，不下去。它就是阿飞和巴蒂的176主粮。它这个猫粮里面自带了这个141的活性益生菌，它其中还包含了拉曼的布拉迪酵母菌。而且我看了配方表，有42%的蛋白质哦。它里面有一包很大的冻干，混在主粮里面吃。我们家有一只非常非常爱吃肉的小猫咪，它的尾巴已经露出来了，就是这一只。拒绝贴贴。我们家的第二只小猫咪晶晶，它也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。如果大家跟我有一样困扰的话，猫咪肠胃不太好啊，会软便拉稀的，大家也可以尝试这一款粮。爱吃冻干的小猫咪还省了一份冻干的钱，趁着有活动啊，大家就可以囤起来阿飞和巴蒂这一款176猫粮哦。那我刚刚也是倒了2袋，我现在就可以给我的小猫咪换上啦。我的梦中情粮冻干好好吃哦，姨们拜拜。